正在目青矿矿行时，疑将严重扩散，此域人击加此接空动线指数，话此溪顶应急能量，注射一提升，一线下更增能弯界应急能力更严不水平。正直部督罗目青矿矿严密扩散，希望广大市民爱及此之声，线光目标。另外，如果需要溪顶长湾黑线检测师，请将行张更增能弯界话牌，话窗无数溪顶黑线检测。 为了具体黑色产油点的特殊，此新冠肺炎目前防控指挥部对各个社区的产油点所覆盖的人群，请尽量为平。每个产油点覆盖人群度两千人左右。卫健部门指出，市民群众到至交黑色检测的通告之后，不必恐慌，可以根据社区更加能缓解指引话牌，无需分配交达产油点。那么群众在接到这个。 通知进出采样点的时候呢，可以在家提前准备好这个月康码，还有月核酸码，然后到达这个采样点的时候，按照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保持1米的有效距离，全程正确佩戴口罩，尽量不要在采样点进行一个交谈、打电话等动作，以减少这个对可能存在的气溶胶的吸入。自及时之声目标，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最便利的一项措施。 多激增创听界新冠病毒疫苗，可以把重症及死亡的风险降低百分之90%以上。换言之，激增三支次免疫疫苗，其保护效果与两支次疫苗相比，不但免疫水平大幅提高，而且保护效果显著增加。特别是老年朋友，他是新冠肺炎的好发的人群，也容易并发这个重症甚至死亡。 也在此也建议，是所有老年人、老年朋友要应接，特别要打完第一针，还要及时打第一针，甚至要打这加强针。因为从国内的数据来看，这个接种疫苗是我们新冠肺炎防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只有筑牢把这个免疫屏障，才能够预防这个病毒的传播。 为提升新冠肺炎本土组接种，目前应急处置能力，保障创始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及身体健康。根据此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的部署，明仔，我市各区县统一开展核酸检测及库克防控应急应量。本次应量采用正式条件，各区县各商店人口社会直往等在于库克，到应量库克内，划定防控区、管控区、防控区。 落实相关管控措施，开展应量。而此同时，创始在台北90世纪新冠病毒黑色产业点，按照直接来完成创始1-50%人口的检测要求，登报开展应量。遐防控区、管控区、防控区如何划定？应该如何落实相关管控措施呢？防控区是指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黑森检测阳性能湾各驻地所多个短湾、劳动、小区、村或其他区域，遐各驻生活到防控区来个能湾，应该做你做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是澄海区开展核酸演练的一个区，那我身后的这个片区呢，就是封控区。封控区也就是模拟已经出现了阳性个案的片区。那我如果是这一栋楼的住户呢，在封控的这段时间，我就不能离开自己的住所。那我在这段时间，如果有物资的需求， 每天要需要接受核酸的检测，将由专门的人员上门进行服务。那如果我这栋楼出现了孕妇或者慢性病患需要就医呢，将由专门人员进行闭环的转运。按照规定，防控区时间，区域封闭，逐步缩小，防堵上门管理措施。该区域设施未被管制设备，更改飘色清洁隔离，并设置了防控区门市交接点，为了保障服务点、黑森产业点。 相关区域的小区、社区、楼等设立卡口，跟保留桥梁出入口，关卡24小时特效。一般我们是会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的一个结果，然后进行评估。将病例所发病前4天或无症状感染者阳性检测前4天，他居住的一个小区或者他 活动比较频繁的一些区域，我们会划为那封控区。封控区我们又停止那商贸活动，对娱乐场所、餐饮还有商铺，我们又停止。
还有对那个居民，我们日常要做好那个基本生活保障，服务上门。另外，我们还会组织那个市区商人组上门进行那个健康服务。广康区为预防威胁新冠肺炎病例发病在哪只，或无症状感染者检测阳性在哪只，交隔离管理在，其工作活动地点区划。一广控区内的居民应该如何配合防控工作？生活物资等如何保障呢？假如我所居住的小区被设置为管控区的话，我需要逐步出区错峰取物。每户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由一名居民凭借着出行色卡来到规定的地点去领取生活物资、快递和倾倒垃圾。被设置为管控区的小区里的全体人员需要在24小时内接受一次核酸检测。前3天需要每天接受一次核酸检测，在3天之后需要每隔2到3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物资经营原因对管控区居民计猛着高末，采取要塞落单、要塞经营、要塞配送的原则，调度配送生活物资到其他重点，再由偏区工作人员进行签收、分类、配送。但是到偏区内，外设低价间物资经营店、流动经营店。以及外卖、快递、临时接送点，要专人管理，无技术配送。防控区是指防控区、管控区以外，可能暴露嘅重点人群嘅活动区域，也是近14日来无阳性感染者报告嘅居住小区、自强村或单位场所。也居住生活到防控区内嘅人员，又应该怎么做呢？我现在是在龙湖区欧厅街道的新地社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今天很演练的这个防范区。那防范区主要呢，就是要实行强化社会面的管控，严格的去限制这些人员聚集的这个规模。而在防范区内，主要就是在一些超市、还有购物的场所以及农贸市场要限制客流。那餐饮场所呢，在必要的时候将实行这一个禁止堂食，像一些休闲娱乐场所呢，将暂停营业。更重要的是，在整个防范区内将在24小时内开展第一次核酸检测。到防控区内，相关区域嘅小区、社区、道路设立卡口，实行24小时特效，出入口严格接近，体温必测，口罩必戴，手通勤码，量健康码通行。人员嘅减少流动，避免聚集，严格管控非本区居民进出。同时严格管控措施，加强健康服务，加强对公共卫生界、社会活动场所。户外活动设施等公共部位以及垃圾站点的消毒。此次应急命令是对外界发生本土目前时，警察将社区包括行政村、政府卫分会、防控区、管控区、防控区三类防控区域，实行常态化精准防控及目前应急处置有机结合，快速转化的这次实证应量。通过应量，政治部检验提升了外企全网核酸检测及区域防控应急响应及处置能力，提升疫情工作人员的应急能力跟业务水平，强化各地各单位协同执行能力。政治部督导目前防控严密防线。近日，听闻等于点点各地恶头葵或出现咳嗽等症状，生活也发现这仅仅是因为吃了衰衰的羊鼻精惹的祸。卫生会等于做了手术，将羊鼻精从气管内抽出后，邓医则配合了听觉的呼吸。上个月底，76岁的邓医到来这隔壁，突然觉得不免袂惊吓着，但当时并无多疑。后来邓医的早间发现，邓医点点咳嗽、烧痰，症状直直无减轻。伊落去羊鼻精啊，本身感觉伊也是，遐个也是像吃其他都系。刚好我都未做，这个头你就唔当时那位唔在，根本去改，唔做啲全部先生，那位不做啦，我去管我就管啦，可能话食啲乜嘢就都冻嘅，喺福地福吉噶。交流半个错，邓已经是两头攰，拢觉得特别困难。今日医师交易到山大乌阳医对住呼吸问题检测，结果发现邓已右下肺支气管阻塞，同时伴有阻塞性肺炎、肺不畅，随后。呼吸内科到相关科室的配合下，利用呼吸内镜内动治疗技术，为邓医实施了支气管移位手术术。然后来的时候咳嗽呢是比较明显的，然后伴有一个活动后的一个气促，相对来说的话是还是情况有点急。我们将异物取出后，他咳嗽还有气促的症状都有明显的一个缓解，然后经过一个抗炎的治疗，后面复查 CT 都有一个明显的吸收。经卫生确诊。
从邓姨起降来出处的一幕，是直立杨皮筋。目前邓姨已经康复出院，到来休养。卫生提醒，上了年纪的老人，通讯功能及社会功能直播拢有所脱节。到饮食上，爱尽量少食食醋，注重年糕、汤圆等又钙多又骨感物件。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我们特别注意呢，就是在平时我们生活习惯呢需要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尽量要细嚼慢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通常在吃饭的时候呢，尽量少讲话和不要讲话，特别是不要说突然间哈哈大笑啊，这样的特别容易引起这个食物随着我们这个大笑的过程中，深吸气一下子就吸到气道里面去了。卫生化基础器官移植的阻塞多见于核磷酸系统，以 NUG 最多见，但成年人器官移植的阻塞也不少见，多少因为增加或者垂感物件的时候，突然受惊或突然大声瞪到底。我们也就曾经遇到过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就在吃饭的时候，也是看到这个很搞笑的一个视频，然后他一笑就把这个骨头一下子吸到气道里面去了。最后也是我们经过这个支气管镜，摘取遗物呢，使得这个病人这个气道遗物呢，得到了一个彻底的一个解除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各位呢，就是广大的市民朋友要有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明早，广东以色列里嘅学院举办主题校园开放国活动，通过校长薛广义、创英文网易开灯、校园红彩电视。参观顶尖实验室等方式，多嘴互动，让学生及家长沉浸式体验广义的魅力。组队活动等网易开灯精彩不断，到当三万五千小学开张，广义家校就从小字魔术开始讲起，锻炼同学会感受其趣味性。到青蛙养殖场的发现开张，同学会及家校组织了过一项到山头青蛙养殖场展开的抗生素耐药基因研究。调查抗生素耐药菌到环境等的传播，自豆儿拉克不要过土壤积晒需要一直等扩张，再介绍豆儿拉克变回微薄的处理方法，并展示如何实现固有广泛上境界可提速农业。利用红布界网易开灯，让大学会提早感受到了广义界加黑环境及配合特色。挺好的吧，就可以让我们提前感受到那种大学的那种全英课堂的那种氛围。我感觉这里的课堂很有特色，而且这些老师的就是能力还是应该可以的，因为他的讲课方式也是结合具体生活的实际来进行讲解的。本次活动，大学会或招新实验室亲身体验科学实验的魅力。看我们的实验室，这个整个教学环境，课是什么样，实验室的设备能够让同学学到哪些事情，在这里学习的话能够给自己增长哪些见识，提升哪些能力。到校长薛广义学习，大学会已经充分了解广东以色列里的学业界配合特色和成果。因为办学虽然这么多年，但是我们感觉就是在学生群体里面对广义深度了解的人还是不多。今天主要介绍就是说学校的定位啊，这个学校的这个它的特点啊，还有就是学校跟以色列理工学院承接这种办学以后体现的教学特色，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办学这么多年，我们要让这个学生家长的效果怎么样。公交车是城市文明的停靠，到土城的公交车上可能可是不断涌现，即使由市民乡自治披露公交车司机三场检举，对司机的爱心上过表达谢意。自古自立何彭梦，前面念两时带着一堆字能，乘坐代入自比路公交车挂处，车开到奥桥路段的时候，念两时驶回的大步镜突然出现创新跳跃、欢喜等症状。就是对路里面就叫司机打，再对换一个去嘛，那司机就上里面就再去换一个。你这声好紧急啊！伊个吹个鼻息去咯啊，鼻到鼻息，只呕只呕只个声，就是该属于昏迷个咯。情况危急，廖师傅当即决定临时改道，将车辆就紧开往此次会议。车顶热心乘客也稍有交谈，临临时个走镜。那就后来就紧张哦，伊就超超靠哦，了伊啦。那司机啊，做你咩啊？我讲脑壳如大粒啊！我乘客说。
随后廖师傅驾驶公交车到外边招商路口接头行驶，经营廖师控制便挖窗抵达医院急诊室门口。林能时立即抱着发病的儿子落车冲入急诊区。在确认老囝被拒之后，廖师傅才返回公交车继续营运。由于抢救及时，一名大伯囝转危为安并康复出院。司机甲热心乘客的成果，值得令林能时非常感动。四月一号，林能时为此专程带着一名警机来到金凤端跳道站，向对二二 B 路公交车司机廖志喜表达谢意。坐车司机嘛，对司机是非常感激，乘客拢较好啊，无健康。现在社会都是都估计这个正能量的，好多帮人也我就是小户的，我尽量有帮小户就小户，那是我们广告司机做搞的姐姐。那么接下来呢？随着咱们汕头的这个创文工作的深入开展，以及包括咱们今年筹办亚青会各项工作的推进，那么我们也继续秉持文明服务，为市民提供一个优质、高效和便捷的公交服务。道瓦国按照传统，好在地方新南各乡调生材料，日材料的价格减却有着明显的差别。近年来，这座地区天价材料逼脱中新南的事件不时发生，引发广泛关注。风俗改革破镜门对，直在被提起。现在有网友答：是甘肃市嘉陵管委办公室回复称，当地出台政策，明确规定，农村各项采来不超过八万元，公正农网采来不超过六万元。但地理高级采来各颜色规定好有抓手，需要长期的教育引导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到高不可攀的采来民众，爱情乡地非常好热。这次互动就是听着彩乐门对街直至倒下，互动中双方拢有各自的无奈。多多数十二静享网友对风潮的无奈，对空气的不满，对地理的呼辱。政府的回复也道出了实情，就是有彩乐行够规定，但可恶落实。现实中彩乐世界奇怪的冲突，尤其是听着彩乐速求行为，已将婚姻变成了背叛，或带来了财富界家庭转移，也逼脱了爱情。有界青年男人本来青岛以下，但落街难道踩了脚，谈不拢乃至闹翻，落地棒打网友两败俱伤的下场。有人即使结了婚，但高血的踩来又为金毛过日子留下了经济爱情伤透心的恩患，更可怕的听嘅采来，甚至到内嘅听讲，引发了血话背景。假如双方嘅听认同采来协商，而且能以智能幸福为出发点，又有商量嘅妥协嘅空间，这也无咩计。但一方坚持所有听嘅采来，不需要棒打网友嘅话，即以涉嫌违法犯罪。根据民法典嘅刑法典嘅规定，所有听嘅采来，虽然不构成勒索罪，但涉嫌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听嘅采来应受经济、观念、习俗等因素影响，地理也离不开自地、地地、法地嘅下落。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让采来门对不成门对，这是为破改做计划。改变人嘅观念，倡导预防勒索，是为破改做强化。不认同，不助长。不强求，也是破得听嘅采来应有嘅姿态。